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蒙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Rise of Stars》，这边是要干嘛？要确认这个是不是 USDT？ 怎么那么奇怪？为什么要确认这个啊？我来输入一下吧 ，UE 吗 ？SDBK。这个游戏蛮夸张的，蛮夸张的，就是永远都登录不了。今天更新了，又好像修正了是吗？可是现在要卡住了。这个游戏到底能不能玩啊？它明明就20几号吧，2月20几号，2月20几号的游戏，然后都不能玩，每天都不能玩。现在评分是1点多颗星，然后不能玩。好了，到底能不能玩啊？这游戏从2月26、27、28，然后31、32、33、34，今天3月4号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游戏我也很纳闷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我手上有他们的Facebook 啦，然后还有那个 Play 商店的那个网址啊，下载网址。那 Facebook 好像都没有什么进度了，停在2月25号就没进度了。哎呀，终于进来了。好吧，好不容易进来了。大概是宇宙的这种战争题材游戏吧。那目前是讲英文，然后有中文。从28到今天已经挂了好几天，26到现在已经挂了一个礼拜，终于可以挂掉一个礼拜。每天都拥挤啊，塞车啊，然后都不能玩啊，然后更新进度卡住了。那我没有把它移除了，我就先放着，每天有空就把它打开看看。结果今天可以玩，3月4号，好不容易。好。这个宇宙题材的啦，战争游戏，战争游戏很多嘛，有现代军武啊，宇宙题材、未来科技的，也有那古代的、三国的、战国的，或是西方那种、中古世纪的。哇，还这么多玩家哦！好啦，反正看起来是国际服版本，然后我们现在有中文化，是不是？探索一下，然后去打他，是不是？好，攻击。这个美少女可是看不到脸啊。好，编队是不是编好队，然后出航，然后时间的话17秒，他有可能算去或回吧，或是去17秒，然后回。这边有一些是英文，摄取 map 哦，什么 for favorite， 然后这是大厅吧 ，lobby。没有进入战斗画面啊，就这样。在地图上直接打啊！最近比较少直接开打。我最近玩一些 SLG 游戏，大部分都是一开始都在那边拖时间，什么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然后一直在那边建设我们的建筑物啊、生产资源啊。那这款直接告诉你，周围就是有玩家，你要互打。指挥中心是不是啊？ We need to level up the command center to build more buildings. Yes, sir. 好，指挥中心。一开始都是可以免费加速啊。Since we lost a lot of cap. 好，这边有讲英文的，讲国外的文字。这款应该是没有打广告了，我是有预先注册，
对，我会知道他。你看他的连那个游戏的名字都没有取中文了，就是用这个英文，他就没有特地去翻译各个国家的那个游戏名称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红发的，这种模组角色我觉得有点韩风啦，韩国游戏的那个画风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helping me.安娜，我还以为是那个嘞，安妮耶。Welcome to the fort. Once again, 安妮是红头发的。露瓦露的安妮。我今天又玩了一场那个传说对决，又被虐了，新手又被虐了。然后我又很无奈，我又下线了。就想说用一下那个新手的角色练了一只，就只练一只哦。那一只角色就有点像那个英雄联盟的盖伦啊，盖伦是最简单的嘛，就转转转转转，然后加速冲过去砍人家一刀，然后大招就德玛西亚类似啊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没有记。传说对决，然后就练好咯，哦，好，很简单，可以的，可以。结果进去之后匹配，被选走了。被选走，我不会用啊，其他角色完全不会用，又玩了一只完全不会用的角色，那又被虐杀了，也没有被虐杀，就是我用新摇杆在那边练习，我今天买了摇杆来了，这边练那只摇杆，热键啊射一射就开始玩，还不太会按，还会按错，好好好。回来。这边有任务吗？哦，你跟着这个任务来做。那音乐的部分怎么突然变得好安静啊？就只有一点点音效哎。哦，它是那种比较深幽的那种音乐，可能要营造出那种宇宙空间感吧。来，我们把这个界面看看。指挥官，取个 ID 吧。本来以为今天是不能取中文了，打不了。这边有说文字、数字、空格，不知道。反正我打英文好了。好，随便。因为我要变那个中文的话，变不了。来看一下哦，设定，画质。重启游戏，我不要重启，我不要重启，等下进不来，不要重启，这游戏好可怕哦！好，国际服啊，这个我看不懂哎，哪个国家的语言？可能是东南亚，是不是？东南亚那边的国家，搞不好。然后刚刚的音乐音效好像没有开大小声嘛，这就暗而已啊。好，聊天室看一下，这是可以翻译的啦，就是有些它可以翻译，它会翻译，可能要安装翻译软体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在走跑马灯，转圈圈。好，卡住我，卡住我，早知道不要乱点。好，我们暂停一下，给它跑一下吧。好的，一直转到受不了，重开。果然很慢啊，这游戏。好，看到这边的话，没必要的话，大家就先跳过吧。这个游戏目前可能还蛮多问题的哦。下载次数10万加，哇，它在国外是有狂打广告啊，因为在台湾没看到啊，可以10万加，打成这样，然后。bug 成这样还可以10万加，然后一堆这种国外玩家在玩，感觉我们台服只是多余的。好，来看一下信件吧。信件的话，你看有一些维护的一些讯息是不是全部确认？你看一直 maintain 嘛 ，maintain。
就整天在维修啊，维修到3月4号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每天都在 maintain，maintain 就是维修啊。好，这个战报是我们刚刚打那个这个哨所的舰长。嗯，我的技能还是我的装备哦。舰长是指这些手下是不是？这些部下。我现在就有两个女生嘛，战斗型的，这有装备。还有他们擅长的东西，翻译的话可能不是非常好吧？主专长，好老舍，主专长。这边是资源吧？其他。哦，可以叫我们那个直接叫我们战队战舰出来，是不是？这个资源可能是送的啦，我觉得是送的啦。给他开一开吧，这个是英雄是不是？哦，我的外形变更卷，就我的造型啊，翻成外形。当然要找这个美女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有四个哦，只有八个哦，三个女的，这个有点外国人的脸孔。不然这个啊，这个。腿部是哦，机甲，那我穿机甲在身上哎。好，送的，实用。哎，哦，帮这个升级是不是？好，可以升级一下，还可以升星。好，使用这个券。好，升到2级，战力提升。然后这边可以升星，升星需要它的碎片125片，有够多的。舰长的部分没有很多哦，就这些。他说舰长嘛，就队长，战舰的队长，舰长 Captain。好，背包。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，对，我们那个宇宙世界地图啦。好，我在这里。那有一个保护罩。防护罩，避免被敌人攻击。那我们继续再玩一下下。好，生产资源，生产资源嘛，然后到时候就会自动生产，然后就会被人家抢，让人家抢。这个一个位置是不是？用这个一个位置来。哦，它就是这样一个基地一个基地这样。我们在这儿嘛，指挥中心，然后周围就是我们的建筑物，也还 OK 吧？那放在一起就很像你玩其他游戏，SOG 游戏，有的星际的这种战争游戏更 3D，没有那么俯角，这个不能调，不能调角度啊。好，盖这个，建设攻击舰。的造船长，造船厂，好，你看这是第三个 mission，好，指挥说，前置，它会有一些前置啊，前置条件，直接加速，好，这边有一些看广告的或是使用道具，我觉得它应该。应该会让我们直接用啦，好像已经没有免费哦，有啊，还是有立即免费啊，你看还是有免费，还是有那个免费直接加速完成。好，这种游戏你一定要加入联盟，然后大家帮大家加速，我帮你帮其他盟友，或是盟友帮你加速。哇，这个是 VIP 吧？我刚看了好多人买 VIP 哦，你看 VIP 7 VIP，哎，这些人哪来的啊？这个国家是不是？那个东南亚那边的印尼的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字我看不懂。好多 VIP，我刚看了一下，我现在应该是没有 VIP 呀、啊。那个 VIP 7不可能送的啊，会送的话顶多送你 VIP 1，让你享受一两天这样。好，我们把这个 mission 做完一下。很快，这个任务做很快，也没什么剧情。
好，我们要去打那个海盗。我们可以用探索、搜索的方式啊。他说探索。I see. Where it 然后这边有奖励。那我们就攻击，可能要编队一下吧。应该可以再编队啊。这边可以加哎、欸，加一下。他是用拉的比较快。那这个加是要干嘛？不是很懂哎、欸，奇怪怎么多一个加？还是说要带什么神器啊？我现在没有。好了，出网出网，不管了。这个都是 NPC 啊，星星索尼、红字应该都是 NPC 吧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这个还有什么调解人？不知道哪来的。玩家应该是这一种，我们应该是玩家嘛？玩家是白字，那、啊、他们没有改 ID 的话，就是这种 ROS 什么什么的，有一个代码这样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加入了那个联盟吧？前面有一个中括号，可能是加入联盟的。我、哦、这个就有点久了，看一下详情资料，就长这样。这个应该是副舰长是不是啊？不存在舰长资讯，那可能是副舰长吧？那我的那个刚怎么不用这一队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用这一队。好，打完了，返航。哦，有点久，有点久。这个是传输是不是？抽道具吗？哦，果然是抽道具。就扭蛋，这边有普通的，然后有碎片，还有其他的资源。啊、哦，这边也有。橙卡、紫卡、蓝卡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还有绿卡。反正就是那些资源的那个阶级吧。好。还要再抽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哦，按太快了，他可能很慢。哦，一次30片是不是？抽到一个30片，不知道什么角色。这个任务好像就这样一直跳哎、欸，他没有第一章、第二章，他就是一直有。我来看一下哦，每日任务。这个是活跃度啊，好，每日任务这个很简单吧，就把这个任务做一做，活跃度弄一弄，然后这个主线任务，这样的游戏比较简单，比较清楚啊，做起来也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资源领一领，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吧，好不好？因为就战争游戏嘛，后面的话你就是得加入联盟。然后跟玩家互动，只是刚刚那个翻译好像整个卡死了啦。那我就觉得国外玩家很多，台服的话、啊，你不知道可能要找联盟有那种讲中文的，有的你要加入联盟之前，他会告诉你这个语言是什么的。我现在还没有跳出来，可能还有一些功能没跳出来。你看这些功能都还没跳出来，之后可能会再跳出来吧。哦，你看都还没有跳出来。章节是什么？哦，通关型玩法是不是？ Yes, sir. 因为现在那种 SLG 都基本上都会有通关型玩法。哦，一之一，然后击败三只海盗。但他就还是属于那一种做任务的啦，所以应该是我们的任务吧。哦，应该是我们的任务，一样在这边吧，这边也会秀出来。然后刚这边也有，我、哦、这边有任务。你看我这个完成可以领第一章嘛，一之一的任务。好，那资源的话，目前就有，主要是有两种吧，这种金石跟这个铁矿嘛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点看哦，矿物跟金属这些东西吧。它、啊、这个三氯气不知道什么。好，那这边是金币是不是？返回了，返回了。
突然有音乐，奇怪，突然有音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的所属区域是不是 ？OK， 我在这里哦，我在这么边陲哦。Deployed fleets have returned. 哇哦，好吧，可以缩放吧。宇宙地图哎、欸，哇，宇宙地图，原来这是宇宙地图。好，关闭。然后这边有什么目标搜寻是不是？哎呦，怎么骗了那么多惊叹号啊？这个怎么恢复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回我们拉比看看，然后再回来一下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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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暂时恢复正常了。刚 map 的时候可能有显示什么东西吧。OK， 那21分钟了，玩了差不多，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，给大家参考，目前大概是这样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